本者魏凤桥。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中一出一冒。那个说是无穷，这个说是虽有。二人打赌江明桥，原来是李云杰。洗澡。哦，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得了啊！刚才是我师哥李云杰给您说了一段儿子谜，说得很辛苦，下去休息休息。换上我来呢，给您说一段单口相声。因为我师哥啊，有两个礼拜好像没在这个剧场演出，那也不是外人，这是我们评书队的头牌。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你得问他去。啊，这是我们，这是我们的领军人物啊，得。我师哥在的时候大伙蛮喜欢的，啊，上两周我师哥也没在，就剩下我李根还有一个李浩洋，我们三个人盯这个评书场啊，人来的也不少，嗯，最多的时候五个、啊、后台演员加上服务员我们都十好几人啊，伺候这五位观众我们都快哭了。一说完剧场经理这个话题付电费的，其实这些实话大伙爱听相声，我们就乐意卖力气演出啊。不说我们这里虽然说没有什么明星大腕，但是一样咱是来咱是为了交朋友、啊、交朋友都是这样，现在中国生活交朋友拿开水啊。那我师哥人不错，在我们促谈来说，无论是人和性方面的啊，人性方面嘛都挺好啊。友谊现象啊，特别的疼媳妇儿。咦，谁的媳妇？他用男朋友的事不交代了吗？特别疼媳妇，顾家里边。你看他去南京两个礼拜演出完了以后，回到北京第一件事马上回家，媳妇给生个儿子，汇报一下。哇，躲在屋里面，男的没出汇报给他怎么回事？但是他也有缺点，我在台上我有什么说什么。啊，他也有缺点，他的缺点就少不了优点。你别看平时跟媳妇儿有的时候师兄弟儿坐到一块儿一聊天也是云山雾罩的，啊，也说那个昨天晚上我跟那个你嫂子我们打架了，啊，打了一架，我最了解他，我在旁边说，我说哥，这两口子打架，你打他，他在打你，这叫两口子打架。这么多年你说你从来都没还过手，这怎么能叫两口子打架呢？我师哥也横，那我昨天晚上我没控制住我自己啊，我多少我喝点酒吧，你别看我胖，我也欺负男儿啊，我当时我就用我这左脸我猛击了他的右拳。你说你嫂子那个小嫩手经得起我这一左脸啊？是个横嘛，脾气大啊，跟媳妇吵架，嫂子让他睡客厅啊，明天今晚上别回来睡客厅去了。是个横啊，不服远，不认错，您睡客厅就睡客厅，抱着铺盖卷带枕头睡客厅了，晚上自己靠沙发上拿遥控器看电视啊，睡客厅带着两口交配的媳妇都这样，今日考完了以后再说好听的。媳妇一看刚从南京回来，俩礼拜没回家，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对，换换口，我都让他睡客厅了，是吧？啊，说句好听的吧，云姐，别听这心眼，赶紧回。我是个横子，一抱客厅用得着我吗？两分钟以后又给踢出来，活不好，怎么能不是错的？我不是跟你们想的太多，画面我都不敢想象，因为我师哥进去以后还是不认错，又给踢出来，啊，又睡客厅，主要是活不好啊，对，我师哥脾气横就在这地方，所以说人都这样，千万别说大话，连说说人，世界上国家怎么样？美国人好不大，自个儿差远了啊，美国人咱们都知道。跟他们中国人借钱了是吧？新闻联播也说了，他们借咱们外汇多少多少钱，然后他们去还债，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在国际上说啊，说我们美国人最有钱，啊，说大话，
阿拉伯人笑话，因为什么？阿拉伯人啊，他们国家最有钱，人家那国家就拿铁锹一弯就是石油，把插上管子就直接多种就能卖。阿拉伯人最有钱，阿拉伯人也说大话，那是可乐。他说我们国家这个信仰啊最虔诚，结果呢，泰国人笑话，因为泰国这个国家的信仰信佛教，全国信仰佛教，而且不分教派。嗯啊，泰国人说那个。我们国家整容手术获得世界第一，棒的项目。结果啊，韩国笑话了啊，因为韩国来说，韩国的整容手术那全世界一流呢。韩国人说，我们国家动作片拍的最好。要么对啊动作电影拍的最好。小日本结果怎么样？日本人笑话了啊。咱实话实说啊，日本人干这个。人家干这个，人专业，人家怎么说？中国的话，人家德语双馨，德语双馨。看我，日本人也说大话。日本人说这个钓鱼岛是日本的。这是日本人呢，你差点说实话了，日本人。就对了，说钓鱼岛是日本的，结果全国中国人民笑。好。尤其今年是反法西斯70周年，我特别喜欢这个事儿。你说日本人，那大话说的都一边媳妇儿的手雷啊，尤其咱们中国人都说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外甥，牙齿越长越不像他舅。我老看清，我老生气，为什么？这不是我带上，我胡说八道，我憋俩呛，这不是我说的。您回去你翻历史，翻历史你去查资料，你看一下。秦始皇那年就派了徐福带着800头男800头女，就去日本岛上去了。不中啊，就过去就统治他们去了。秦始皇那年就去了，走了以后就一直没。徐福还在打电话呢。秦始皇来电话。1937年回来过一回。啊，回来的时候没空手回来，飞机大炮把这个独孤桥给打开了。你说这是回来他的舅吗？啊，当时日本人打他舅妈说没边了。他说日本天王怎么说的？两百天说3个月之内统一整个中国。你看中国3个月你能不能打得下？就你日本人那几个人口，你来到中国够站岗了吗？你说对吗？还没咱们城管人多。喘一点啊，3个月占领中国，所以说说大话，毕竟真的不能说差不多3个月呗。咱们中国呢，没有传统没有文明上上千年文明史，咱们说一个所以内打的一个民族，那上哪都没打。啊，要是说给咱们中国人最有素质、最有修养的人是谁呀？我啊，不是那个孔云龙，是那啊。说孔云龙呢，跟他家里挨点边儿。哎呀，孔圣人，孔圣人，孔老夫子，这个是咱们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最有修养的一个人。毛主席不是这么说。当然，有的人也反对。对呀，毛主席说早些年，孟子这个中国历史博物馆在这个长安街边上立了一个孔子的像，当一立出来以后，全国人民反对啊，大部分是网友啊反对。说这个长安街边上你竖一个孔子像，这不太合适。还是竖孔老师。按照他这个说法，就是什么时候立到他的像的那合适了。长安街上立孔子像不老合适。后来迫于这个舆论，小马马亚国家啊博物馆把这孔子像给挪到一个胡同里边去了。啊，现在你要到那边你去看，也是孔子像，整天冲着公安部这个。扔在楼上啊！那意思我们也被搜过啊！对，也是对啊！冲公安部这个，我是没看过。孔子说是圣人，这个不是说我说的，这是多少年以来就尊人为孔圣人啊！咱们老有两句话叫“仓颉造字，圣人无书”啊。仓老师，对，这个好，你们懂。相声越来越难，这个好。仓颉造字呢？这个是传说，因为咱们文字的形成啊，是劳动人员不断的就是丰富的，不是说每个人研究给发明的文字。但圣人留书呢，这也是有的。包括现在你要是去国家图书馆，
啊，还可以买到作者是孔丘的书啊，有这么一本书叫《诗经》，孔鲤啊，写了一首诗歌，大家家喻户晓啊，关雎啊，关关雎鸠，在在河之洲，有个娘，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句话动手就怎么理解呢？啊，关雎有的是没得讲的一首。耍流氓味，关关雎鸠呢，就是有这么两只的羊皮的绵羊啊，在河之洲落在了这个河的河滩地上，河当中这儿有个河滩地啊，落在那边相互的鸣唱啊，求爱啊，哎呀，表达爱的美好啊，啊，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时候要来个猎人，他们窈窕淑女啊，窈窕是外在的美，贤淑呢是内在的。窈窕淑女，像这种内外兼修的姑娘是小伙伴啊，心里追求的对象啊，求之不得，跟人家表达爱意了，遭到人家的拒绝，弄死他，虽然很感动，但还是拒绝了，弄死他，遭到人家拒绝，啊，回到自己的房间躺着，人家去他的房间，准备夜行衣啊，听着差哪儿了呢？你赶紧去啊，去死房间吧。但是孔子这个《诗经》啊，发表以后啊，就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啊，尤其后世很多专家学者，很多有修养的人，很多高雅的人，孔丘公批评孔子，孔和尚那是圣人，他的《诗经》里边写了这么多情爱的东西，太低俗了。这流传后世的小孩子都学坏了，他媳妇儿哪来啊？结果孔子呢，在《论语》里边用一句话来回答了师父：“放他娘的屁！”他怎么说呢？他说：“诗三百，一也以蔽之，思无邪。”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诗经》里收录了三百多首诗歌，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呢，就是没有邪念，谁想多了，谁低俗啊。对吧？你说这东西你瞧不起，哎呀我看不了了，你心里压根儿就那个龌龊玩意儿，啊，对吧？你瞧什么都不好啊。这再换句话说呢，孔子啊虽说是圣人，但是也不是说圣人就不犯错误。他之所以说是圣人呢，他就是在被迫犯错误的时候要把这个社会的危害性呢来降到最少，降到最低。因为他也是人，是孔子，他也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边的。他活着的时候，他不是圣人，他也怕啊，他也是人，他是死了以后，人家觉得啊，觉得他的思想啊先进，又有人生哲学，跟他学习，然后沦为圣人，为圣人。那有一个历史家啊，出了一本书叫《丧家狗》，好，就是说的孔子嘛，说孔子活的时候其实很落魄，到处出去游学呀，带着72个学生出去跟着游学讲书宣传他的思想啊，那是很艰苦的一件事情啊。尤其过去来说啊，周游列国，咱老感觉旅行是特别浪漫的事儿啊，说走就走，是吧？孔子那会儿也是啊，你说出去周游列国去，那会儿当然城与城之间呢，离得不像现在说离得这么远啊，因为他那会儿也像国家，但是其实就城市之间啊，在那游走。今天还好办，说你说我到外地出差去，我提前订个机票，不成来个高铁票，打一电话订一个快捷酒店，现在也方便订一个西天，订一个乌家啊，都可以。喝清水，但春秋时期不行。孔子出去讲学去，你别看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一天儒家都没住过。对，他净住宿八了。儒家，宿八，他是他们的创始人，那就是赶到天黑了，有这个村庄，就在这村庄里凑合一宿。对，看看那要管没有村庄，就只能在这个啊树林子里边、草地里边就风餐露宿了。我想野营哈，可能是踹寡有的时候啊。所以说很艰苦，头牛不啊，就带着干粮，赶着牛车，带着钱，带着水，就出去不想别人烟头。这天呢，走着走着呢，就是啊，走到这个荒郊野地里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带着这72个学生，也得休息呀，晚上睡觉啊，找棵树一靠，也睡着了。
可能是七十多人老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啊，宣传他思想的过程当中啊，条件太艰苦了啊。这他不是带了七十二个学生吗？早上天不亮了，醒了七十个啊。这七十个学生醒来以后啊，谁跟谁都不说话，把这衣服带好了啊，腰带都系好了啊，头巾也围好了。死的。一看呢，这草坡里边呢，啊，这边睡着是圣人。身边呢两个学生啊，都最喜欢的两个学生，一个是子路，一个是颜回。啊，这边都起来了，一看那边睡着那三位，其中一个说：“咱们还叫他吗？”剩下就是个酒醉，一块摇头，不叫。那咱们就这么走啊？好。那剩下这七十多个学生带着钱带着干的，赶着车呼噜呼噜全都走了，啊，谁也没说话。等到天亮了，啊，太阳都老高了，是不是也该起来了？啊，就对了，都跑了，爽。哎，子路子路，颜回颜回，啊，赶紧起来，赶紧起来，他们可都走了。啊，子路是练武的人呀，随身带着宝剑，啊，念他宝剑。啊没人义气，说好了没有一块叫行吗？他就不去跑啊！这边颜回说：“那赶紧，咱得追他呀！他带着干粮，带着钱，咱这没吃的，咱赶紧追吧。”好，这三个人开始追了。啊，刚开始啊，还是跑呢，跑着跑着呢，爬就感觉快走了。你看他饿呀，而且孔子有一个什么生活习惯呢？他是过午不食。啊，就是过一午的，就不是饭了。这一天，等于说从昨天中午以后，一直到今天早晨，到今天上午，没眯醒。这一宿加上一个半圈，就没吃饭。寡妇这啊，这圣人心说，不，这回都是男的，总算是又见到同类了。啊，因为你有这念头，村吃的啊，有这么一条大道，顺着这大道就下来。这三个人。走着走着呢，走不了了。小臂大胯，怎么走不了了？路过一个卖葱花油饼的铺店。哎呀，葱花油饼，大葱饼铛，上面摊了一张油乎乎的葱花油饼，刚摊出来，而且冒热气来的。这三人呀，又累又饿还又渴，一闻这个葱花油饼的香味，先喝两口油解解渴吗？荡荡飘飘。愣把这三个人给拽过来，我觉得像银帽子啊！而且掌柜的呢，一看这边来了双人呢，这葱花油饼刚到盒子，当中间鼓起这么一个鼓肚来，拿这个擀面棍呢，照着这个葱花油饼的鼓肚啊，这么一敲呢，这个鼓肚啊裂了这么长的一个小口，哎呀，就这个葱花的香味儿，哎呀，这个饼的香味儿，哎呀，扑着脸呀、啊、就过来了。跟你想啊，子路他饿呀，他练武，就问孔子：“夫子，此物就是传说中的品空，是不是有时候？”这是个幻觉。这是啊，那天有趣，这是幻觉。怎么办呢？你想啊，他身上也没带钱，三个大活人不能说跟人家要一张饼吃啊，抢。啊，因为圣人也干不出来这种事儿啊！因为圣人不以盗泉之水吗？说这渴了有一口井，另一桶石碑写着盗泉，我不喝了这水，我有我的行为规范啊！行了，我就没钱，不能管人家要一张饼吃，接着往前走吧。哎呀，走着走着呀，走不了了，又路过一个卖芝麻烧饼的铺店。哎呀，刚烙得的芝麻烧饼，哎呀，鼓都装好了。上面盖了一个白屁布，盖一半是漏一半，他奶奶那个就这个芝麻的香味儿啊！孔子拿提鼻子一闻啊，啊，说了一句千古绝唱：“走啊！有钱看不见大山，没钱看见烧饼大。”啊，说了这么一句千古，接着我说的忙吧，可是呢，走着走着呀，又走不了了。又路过一个卖江米元宵的铺店，这是个幻觉，心说坏了，
这走的食品一条街呢，出不来了、啊。一看这边写一个大白白白色的牌子，啊、写着黑字小毛笔字写的“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啊，用现在话说就是一分钱一个，你说贵吗？不贵，是吧？可是没有钱呀，怎么办呢？再一看这边大柴火煮元宵啊，烧火大柴火煮，煮出来以后有插碗口的大小，哎呀，就这个江米的甜味儿，哎呀，这个香味儿，甜丝丝的，哎呀，扑着脸就过来了，就跟刚录完似的，已经没力。子路啊，实在是忍不了了，把这个手呢放在这个宝剑上了，父子，此物。就是传说中的元宵，这是个幻。师傅说然有，三金说这回我不能说是幻觉了。啊，子路的意思说，你当老师的，你不能骗我两回。妈，你敢说这是幻觉，我现在我就敢活劈子。啊，你不能骗我。啊，他说你夫子，我等三人你怎么不去吃啊？咱为什么不去吃啊 ？No money。没有钱怎么去吃啊？子路说：“卖身。”夫子不对，你这里不是有一文钱吗？拿手啊，他这个腰上这么一指，因为过去的读书人出来以后，随身都是带着毛笔，带着这个笔袋，因为没有自来水笔嘛，就弄一个皮套，里边灌上这个啊墨汁，但是为了记到这个腰上方便，就拿一个老钱，它不是有个口吗？当这么一个铁环就是了，我也有啊，平时就在这个腰上系着，谁也不当一回事儿。啊，接天子路一问，你怎么不是有一文钱吗？是一个，哎，还真有一文钱啊。可是也不行啊，人家写的很清楚呀，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拿剑劈成三半。一个元宵，这三个人也不够吃的呀。啊，这就是考验孔子的时候。要换一般人那就没辙啊！这时候呢，孔圣人都起了飞智了。人做到一定程度，他是有创造能力的，他是有抢的能力吧？左右也没什么熟人，这地方也没来过，而且也不知道我是谁。嗯，上人不也会写字儿吗？啊，他教书的会写字儿，一看跑到前面呢，也没人看着，他站着站墨汁儿。他不是写着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吗？他在这个衣上贴了那么一竖，哎，现在你再念起来好听，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十个，啊，行了，十个那就能吃了啊，三个人进去就能吃了啊，进来以后找一个桌子一坐，掌柜的过来了，哎呦，你看三个人吃点什么呀？吃什么呢？给我们来元宵啊，来十个，哎。哎，不是，我说三位，你看能不能这样？要你们三位来十二个，或者你来九个。你说你要来十个呢，就得一个碗装四个，两个碗呢就是各装三个。你说你们三位这四个，我给谁不给谁，这不显得不礼貌吗？我说，掌柜的，你不会做生意啊？你看啊，我是他们两位的老师，他们两位是我的学生。然后所以说呢，我就得吃四个，他们两个人同力三个。啊，掌柜，那行吧。啊，这边去给称元宵端上来以后，啊，开始吃。你想，你要是说平时吃饱饭，然后这边再来三个元宵，还那吃完以后还有点撑着呢。这边都饿了这么一宿加一白天，又累又渴又饿，这三个元宵下到肚子里边，他可不解饿。不但不解饿呢，子路又是练武的人啊，把这种肚子里的这个饿劲儿，哎呀，又给勾上来了。行，一看这空碗，哎，我说掌柜的，您这个元宵汤要钱吗？掌柜说那元宵汤不要钱，那不要钱，您给我来碗汤，你看行不行啊？孔子一听，呜呼呀，这子路大才呀！元宵汤这个东西，黏黏糊糊、甜甜丝丝的，这么多喝也解饿吗？来，掌柜的，给我盛汤。啊，爷们说，掌柜来汤来了。啊，圣人说，给我们仨换大碗，大碗量的快。啊，姐，那您说，
这直接上水缸了啊！一人喝了28碗，我喝这张桌比武松还喝10碗。嘟嘟，掌柜的，厕所在哪？烫烫掌柜的，这手拿着红袍，听说呀，你们三位可真行，我们家世世代代煮元宵的外卖，干到今天干了3辈儿，从来没有遇见像今天这种情况。汤老没了，您到后厨去看看，元宵都变成锅贴了，那大锅都烧红了呀！啊，我真是服你们了。后厨院我们4个伙计挑水，愣供上你们3个人喝汤。你们走吧，我们现在我都关门不干了，你们走吧。啊，师傅，走好。掌柜的，锅贴别没了，那我就走了。啊，一姐把这空间啊，我往一拍啊，转身就走。掌柜的，哎，我说，这先生您这钱可不对，啊，师傅还找钱吗？掌柜说你们要疯了你，一文钱我都不找钱呀、啊！在你们三里喝多少汤啊？我比方说，我这个广告写的很清楚，江米元宵桂花五线，一文钱一个。啊，你们喝多少汤我不管。你们给我1文钱，这还转换上9文钱呢，你这钱不对。世人一听完这句话不太高兴。掌柜的，上人不送你。你们这个生意人不会做生意，这个地方你这叫欺负人呢、哦，我们这个逛路的人嘛就是1文钱1个，你们这本地人就1文钱10个，你说你这不是欺负人吗？对。掌柜一听，哎，我说先生，你还甭说是本地的，还是过路的，就是我们店里这小伙计打包带回家去，月底扣工钱，都是1文钱1个。再者说了，我们这个外边那个广告火的都写着很清楚呢。啊，他这一说，公子说走，咱看去，走啊，看去。底气真足。公子师傅心里边有底呀，啊，还得添过一数啊。看去，先掌柜说那行。看就看吧，我挂的幌子我还不知道吗？啊，掌柜的童子此路颜回，家里人看热闹啊，都把这个广告牌给围住了。啊，让我念念吧。啊，让掌柜先给我念念。你看啊，江米元宵，桂花五线，一文钱。哎，哎，媳妇，这怎么试试啊？我挂错，我挂好几年了。我写的时候我想着十几下，掌柜的是个老实人啊，行，那不好意思三位啊，这是我们啊弄错了啊，你们三位可以走了。其实圣人要是走了呢，还得骗什么事儿没有。这个时候圣人打算教训教训掌柜的，我得跟人家教教你啊，怎么样掌柜的，这不是我们读书人兜里没钱到你这儿闷嘴吃啊，这是我们读书人笔下留情，这要是不留情的话，狮子头上添一撇，1文钱我吃你1000个了。